2000，来摆个造型，别动。OK， 来，算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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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东东，我被放上。来一个。哎呀呀呀呀！激动了。一起来，一起来。掌声鼓励。太帅了。自由发挥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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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俩一组来，对，走，点，一、二、三，自由发挥，对，一、二，背后，对，转圈，很好，对，来，对，来，注意力放在这边，来来来来，掌声鼓励。叶海洋这个身材是天天跳舞的啊、哦！摆个造型，摆个造型，别不造型，托举，托举。其实广场舞最大的特点是让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王老师，我还认为他最大的价值是让很多老年人有了快乐。事实上，他做了很多老年人的儿子，弥补了很多儿子们本来应该尽的义务。谢谢王老师，谢谢谢谢啊，这样，最后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原地起立，然后我们俩在前面领一个舞，是吧？要，好好好好。然后呢，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邀请五位观众上来，你今天错过就没了。所有的嘉宾朋友们，这个很难得的这个机会，今天我们一起跳个舞啊，好吗？我们学一下动作，好吗？来，今天我先教一下，来，涂老师，来，手臂交叉，打开，向上，向下，交叉，打开，向上，向下。交叉打开向上，再来一遍，交叉打开向上向下，交叉打开，自己说一遍好吗？来说一遍，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再来一个，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好的，那么接下来给我走一下，我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涂老师一个惊喜。谢谢你们，谢谢。